这个是水鸭掌，哦，水鸭掌，那不是三芹菜吗？来，我们拿一下。好，小青有没有在啊？不在。秀兰，我帮你拿矿泉水吧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吃啊。你们就不要把了哈，我把就好了哈。要吃啊，试吃。哦，那么长。哎呦，来，谁有拿那个？谁要吃哦？好。你们后半段的来给你们负责来前面的哈，来跟我一样，雪儿就像在剥那个地瓜叶一样哈，剥开，好，撕皮，哎呦，好好脆，哎呦脆很嫩啊，它是地瓜叶的姐姐啊。这个呢是我们小时候的开胃菜，哦，生春的啦，开胃菜哈，生吃哦，来一人拔一小节哈，试吃啊，来一小节，后面的。酸酸的，对啊，一小节就好了哈。来，哦，这止渴很好。对，酸酸甜甜的。猎人没有甜的，酸酸的。猎人呢，他们夏天去打猎的时候呢，山沟不见得有水哈，他们就会把这个来作为解渴用的。好酸呢。那我们小时候呢，为什么会妈妈会去摘这些？吞下去吗？小时候就只顾着玩，吃饭时间的时候，妈妈叫我们回去吃饭，我们都不吃，吃不下了哈。吃不下，酸酸的。吃不下了以后呢，他就去摘这个，来把它切成一小节一小节，上面拎着那个蜂蜜。一尝到蜂蜜，我们就用抢着要吃哈。一吃下去不到半小时，哇，妈妈还有没有饭？肚子好饿，一吃就吃两三碗哈。来，你试试看。嗯，好，让我们少吃多香滑。